谢谢陈芳怡。芳怡，是好。这首歌选的真好，点点哦。其实安静的力量啊，是比大声喧嚷的力量都还要强大的。有时候安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么安静的一首歌曲，你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唱，真的很让我感动。老实讲，从头到尾这样听下来，他没有很张扬的什么样的情绪都没有。如果说你去做太多的技巧，在这首歌里面都不对。他就是要这么安静，这么安静，那个力量才会大，会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你今天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除了几个小地方需要去做加强之外，其实基本上都很棒。我就喜欢这样的安静的感觉，安静的力量。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方怡老师好。我觉得这首歌从第一句歌词哦，就好像为你量身定做，在写你这个人。然后我觉得你最棒的地方是啊，你每一接下来每一句哦，你都有把球接住，而且接的让我们觉得哎出乎意外，然后呢，渐渐的我们才发现说哇，你是有功力接住这个球，不是这样，就是好像只能选一个清清淡淡的演唱的方式来遮掩自己的一些某部分的不够这样子，其实你完全没有，哦，就是你这个整首歌是整个篇幅。整个完整呈现给我们一些感动。